今天阿丽到你家要造访一个用茶把家族情感刻作会的故事。张新义是一位爱茶人，对于茶总有一份特别的感情。爱茶的他特地在家里开辟一间茶室，跟亲朋好友分享好茶和他多年的收藏，所以今天阿丽要和他一起来分享他们对茶的体会，以及茶对他们生命的意义。